一二三言 Japan， 我是变态先生。今天我们有一个开会，然后现在结束了。好像三言跟优君都很着急，所以会议之后他们要休息。应该他们现在在自己的房间吧？三言，对。现在在这里休息中。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意见的完全没有吃东西，所以我这个服务员准备让他们吃的东西。然后最近台北的天气有点不好，因为台风来了。但是夏天的话一定需要放松的，有那样的气氛吧。所以我这个部分也已经考虑好，那我要马上准备。嗨，对，这是我们的 living room， 然后夏天夜餐的时候的话一定需要这个。对，这个是 tent， 所以我在这个 living room 要做这个 tent， 应该也可以做吗？对。完成了。那太大呢。这样，但是因为我们还没吃东西嘛，所以我已经买一些东西，然后我买的东西要进去这个 tent 的里面，然后这个里面要搬出来。这样的话应该三元君优君也超级开心吧。超级好点，但是这个里面意外的很大呢。哟，这个是我准备的器材，所以我要拍这个器材。よし、那开始喽。我现在拍完了，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的空间的感觉呢，所以器材有点不够嘛。OK， 那我要加买吧。我买了一些东西了。OK， 有他们的话，可以把这里面的空间完全没有了吧？继续拍。好，完成了。这个状态的话 ，OK 吧？所以先要找三元吧。哎，没有三元吗？还是这个状态里面吗？没有耶。我是这个椅子的下面嘛，今天也没有耶。那三元在哪里啊？よくの现在洗澡，然后没有穿衣服的状态吗？穿衣服耶，好可惜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按摩自己的脸，这样的话不会胖。嗯，这样的道具也很重要，但是你先要运动一下。一定会瘦，靠自己会瘦。那是你还是手坏掉吗？哦，一点点。所以，你要来？一定的吗？当然了，一定啊！为了你准备了。哇、哦！对呀、啊。谢谢。对，谢谢。对，谢谢。哇！台湾啤酒的。对，又在喝。今天有点主题不一样。哎，里面有什么？哎，没有吗？没有吗？可以干一下吗？可以啊。走。二一加，没事。你去哪里？海边。哦，不用。现在天气不好，开始下雨了。所以啊，今天我准备这样，这样的话不用去外面。原来如此。诶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又大胃王吗？这个是テント里面的满满的洗澡。哦，对，原来是可以吧？看起来很轻松哎，跟箱子一样哎。那个装下面满满的早餐之后，那个真的很辛苦。但是没有关系啊，我没有，他有越多吧？对，忘记他了。他在哪里？你要睡觉吗？在干嘛？啊？喂，你看一遍。不要看了一遍啊，换我，太明显了，要道歉。看游戏的国家，不要看游戏的国家。来，过来，去那边。对。
么又在又有这个啊？已经你没有吓到你。里面啊，你要确认里面啊。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笛子啊。很好啊。所以今天的计划是一定要吃完テント里面的满满的火锅料。讲不是这里，后面的。妈妈，你挡住了。嗨，这样子。真的很多哎。可是今天我肚子超级饿。哦，应该可以吃。交给你。你们也要吃。不是交给我。但是我的做讲的话，这个吃法的话，可以吃啊。啊，原来如此。上次的那个蛋饼是哦，包子感太多嘛。不过的话，应该可以吧？有很多种类的口味，所以不会吃腻。这样的意思吧？对，聪明，聪明先生，聪明先生。不知道，真的乖乖。还有，其实啊，当地的部分也有很多种类，其实有十种哦。那怎样的？金鸡火锅香肠，应该比较清爽口味的。嗯，哦，就是。哦，好了吧？那告白菜，耶。然后萝卜，肉，有很多肉。我们怎么了？肚子太饿吧？啊。哦，真的不好意思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没得赛，我没得赛，不要骂我！你在干嘛？他在做山呢，你要对他温柔一点好不好？好的，我要接夫。姐姐，这样好吗？嗨，哦，真的怪好，哦，很怪哦，不大耶，不大，叫我骂他，快点。为什么？就可爱啊，又好吃，然后一定要开心，开心。我是猪，猪要猪，嗯，多一点。猪要猪，多一点。好想。嗯，那我们吃吧。嗯。就要吃法，因为你不做的。嗯，我的第一把已经吃了。好怪哦，很怪哦。这个要放什么呢？这个怎样？啊，这个是肉，这是有很多，还有这个蛋饺，我这个超喜欢的。哦，那这个也打开哦，梅花肉片。耶，有300公克，又是你耶，是我耶。肩膀的这个部分，所以你这样的状态吗？这是我提供给他。那你吃这个的话，会复活？对。哦，原来。可以来接。无聊啊，今天我发现了，我们比较嗨的时候大概无聊。嘿，嗨的时候无聊吗？太开心不？啊，原来啊，原来。可是大家都有点说我们要开心一点啊。哦，无聊也没关系吗？也没关系吧，但能开心的一边比较好啊。或者是大家想要看我们每天都吵吵闹闹，一直在吵架那样吗？也有这样的有。哦，哇，这个讨论时间才是无聊耶！没关系的，这样不行啊。所以无聊的原因是你啊。我吗？也不是我开始的。你开始讲的啊。你一开始讲，而像我们，那你是？哇，太变态了！哦哟，这个才是无聊，要顺利一点好不好？不是，哎，观众们开心才好。哇，可是啊，要让给观众们开心之前，我们要开心啊。那是有些观众没心吧？我们吵吵闹闹那一点，所以不一定啊。娟姐，怎么处理这个聊天啊？那我也要当参与一样的状态的话，很好笑吗？这个不是，不是。不是好笑，嗨，这个不是，有用，往我的左手走，这个真的不是，不是，我的左手走，昨天开玩笑的，我想的完全没有东西啊，这个也是你做的物料啊，你开始说的，不是吗？就是你开始的嘛，不是，回到原点的话，真的你开始的，啊不是，你开始的，你说的 ，grow 那个瞬间才开始，对吧？grow。太前面了吧！太前面，
干不行哦。哎，那不会嘛？那就我也觉得不行。对哦，嗦的笑哟，为什么？太嗨了吧？太嗨不行。肉好贵，吃东西的话可以去掉原本的地方。哦，炒白菜的，去了，直接去了。嗨。然后刚刚先放的那个肉片那一些也现在都没了。耶耶。真理有哦。嗯，你有看过后面？几分饱啊？三四，哎，我也四五哎，四五？其实现在应该味道没有变化，所以是不是有一点腻了？哦，有一点。嗯嗯，因为啊，没有酱油。原来如此。但是这个叫没有酱油，所以一定要再去买。所有的人去。OK， 接到系统。他今天为了我们准备这个帐篷，然后去买这些材料。嗯。然后又要去买酱油，可怜哦，右手坏掉了。我要去买东西吗？不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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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快耶！又玩我的左手手。哇，真的个性很差耶。可是我比较喜欢他的个性差的方面。哎，好笑。第二个，哎，现在你就想出去了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只 mash。好，我也想。嗯，黄豆芽。mash， 真辣的，谢谢。满满的摩亚西的味道，真的只有摩亚西有这样的火锅吗？我不是跟你问了，还要放什么？他刚刚就说摩亚西，没有那么错。哎，三元，真的只要放摩亚西吗？摩亚西，你好，无聊耶。嘿嘿嘿嘿，很期待耶。啊，真讲的欢迎。哎，我回来了，两只手都不让不让的。拉面吗？哎，拉面啊，你喜欢的。我们想到你们，你应该很喜欢吃拉面，所以我们特地煮拉面。我没有碗面啊，分量分量。哇，变小了耶！这个什么火锅啊？试试看。谢谢谢谢，应该你喜欢。我煮这个拉面的。嗯啊啊啊！哦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有正宗啊，细面。对对对对。哦哦，有味道有味道。那这个汤骨一定是西欧拉面的味道。哦，那这个可以说拉面吗？放两包的。啊，全部都没了。对。啊！哇，对，到了。这个黄金，这个黄金。这个才是火锅吧？也应该还有一些很多材料吧？啊，一些香油油啊。哦。呀，恭喜！谢谢。嗯，很漂亮。都。嗯，换口味超好吃，一定要，好厉害。嗯，哎，摩亚西都快没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嗯，你看都没了。哦哦，真的。这个手工豆干还有黄金肉蛋，这个一定很好吃吧？远远可爱，跟三元一样的真的。哦，又是我哎。可爱的，可爱很多呢。什么东西都用你的话可以形容。哦，很方便的。现在你们几分饱？嗯，我五分，五六分吧。嗯，我也现在五六分。肉吗？要肉吗？哦，是培根火锅片。培根。来了。哦，等好了。哎。哇，不一样的口味的吗？这个是酸白菜。耶。耶，吃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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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都不救我，我只讲吃不而已，不用讲。你没有发现吗？没有。Yes。两个小时够的。耶，看，对，变很少了。对，那这个要放。我有一个想法，后面一堆那个爷爷，先吃三包吧。原来，先要学他们的力量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越来越饱哎。对呢。那谁听到了？大概三分之一。给我数。哦，这才是拉面呢。很有味道啊！吃这个的话，又感觉到啊，也是福宫面这样的啊啊，收尾。日本叫做西面，西面的这个汤有点不行。为什么？你像这个吧，这个鸡的汤啊，它比较酸。嗯，我觉得，反正还有七包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可以可以吃。嗯，吃早饱。那吃这个之后，稍微休息一下吧。好，休息。哎，
十一点休息太久了。可是现在已经休息，所以我们的肚子也变成轻松很多了吧？没错。那再开始吃嘛。Yes。嗯。这店长会表示零点之前要吃吗？不吃。哟。哦。还有什么食材？停了。爷爷还有七个，还有七个爷爷，对，你有惊险呢，总共八个，啊，你也是爷爷，我也是，原来就是，太多也麻烦了，啊，那是吃完这个就结束，肉也要直接放进去吗？哎，好，啊，肉，啊，不收，哦，这样子结束吗？还要面，啊，桌上的饭要烧的吗？哎，干杯，干杯，啊，嘛。来哥，肉好了吗？好了好了哦。好，那最后的配雪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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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专业，很珍贵的这个画面。对，很久没听，酷啦哎！喂，煮好了呢。哦，啊，我吃吧。嗯嗯，哇，这样看的话，分量很多哎。嗯，对啊，全部都是面，只看到面。啊，还是很好吃，有细面的感觉。因为这个汤的里面已经有慢慢的很多食材的味道。原来。我下最后一口吧。吃完啦！好，结束啦！现在时间是11:30。哦，很快。嗯。开始大概花了5个小时，五个小时啊，对，6:30开始，很久哎。老师，看这个，哎，哇，你这，对啊，破产了吧？不对，老师，给你，谢谢。我想想，但是应该这个高烧有点不行。你今天一直都有这个高烧，一直都不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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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发现你这样表现的，对上面还有这个全世界的，对对，割裂的了，真的不好意思，还你，谢谢。但是其实你好饱吗？超级饱。一开始觉得比箱子太简单了啊，结果一样辛苦，真的很辛苦。但是一点点有在户外吃东西那样的气氛，还是有帐篷的话，我们的感情 feel 那样的都会变化吧。哦，那算成功呢。嗯，那我们赶快休息吧。对对对对，大家好好休息哦。嗯，好，大家在那边休息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明枪鲜花破天机。